我获得了一种奇妙的能力，我和某些人对视三秒，我在他们眼中就会变成理想型。这就是丧尽天良的目标人物。好久不见，董事长，我回来了。是他，看来另有目的的不止我们一个。我已经到预定位置，我来制造混乱。在你的三点钟方向有一个消防通道，那是你唯一的路。真是冤家路窄啊！屡次三番别有用心的接近，什么目的？你看着我的眼睛，要是能撑过三秒，我就给你跪下。我不吃这套，省省。小丫头狡猾狡猾的，你绝对是叛变投敌，爱上她了。放屁！我好像喜欢上她，你都不惊讶？这事估计除了你，全世界都知道。谢春川想跟我斗，和我结婚。我告诉你，别欺人太甚。一二三，在这期间不许再勾引。你千万不要爱上我。那我现在就行使婚姻法赋予我的权利。祝我们合作愉快，老婆。千防万防，我家的好白菜还是被猪给拱了。错，我都看见了，是白菜先动的手。